愿神明偏安，一切从安，与你。觉得我对你做的哪件事情会想让你放弃我这个朋友呢？我没对你做什么事情。有，哎，太多了。不爱惜自己，年轻人要珍惜自己的身体，不爱惜身体，不爱惜生命。因为篮球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就是跟他说，我说这次参加这个超级企鹅，我想拿MVP。目前怎样？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还有微博的粉丝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然后挺好的。出道八年来做的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后悔的是在我腿伤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，选择去拍戏。现在不好点了吗？现在都挺好的，然后在慢慢康复当中，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吧，然后才能够完全复原。我好累啊，真的是没办法。现在对我来说，往往我去完成我的工作以后，我就没有精力再去做别的事情。就也是受伤了以后呢，就不能从事剧烈运动，就可能要放下一个就是执念，然后去寻找另外一个出口，这样嘛。因为当时就选择了高尔夫这样运动，我觉得身边有朋友在玩，就觉得还挺适合现在的自己嘛。我受了腿伤，我不能打篮球了，我很痛苦，我放弃了我曾经最爱最喜欢的东西。但是我有一天我遇到了高尔夫，他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受伤，可能我就不会去接触高尔夫。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角度，你要学会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，你就会找到答案。在腿没有受伤之前打球最凶，明明不是出生就腿，现在一身伤病，所以我现在特别爱养生。打球一小时热身得半小时，打完球还得拉伸半小时。小九老师，你最贵是练什么呀？康复的地方，我的膝盖做手术了，所以才来一直在那边一直压，要不然蹲不下去，蹲不下去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是，是一个不会说轻易放弃的，一定是就是现实，包括我的身体告诉我不可以，也是真的不可以。再这么下去，只会说让自己更状态的更差。那你是打篮球，你是打篮球怎么受的伤啊？我是打篮球，就是十字韧带断，哇，那么夸张啊？是不是你身体里的确有钉子啊？又有钉子，我的膝盖里面有钉子。几颗啊？几颗？好像三四颗，三颗，不知道，好像三颗吧。所以就是它会隐隐的只会给你带来一些疼痛，就想到了这种，会有联想，偶尔会不太舒服。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依旧在想他。彤彤，神明大人，我可否跟你做个约定？什么约定？我们俩是一家的。刚才什么碰到你了？没什么事啊。这份喜爱来的有一些突然啊，因为之前的人生不是这么过的。选个高点的，蹲着有点累。以前也没人体谅，没人体谅的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好，没什么问题。有人体谅的时候觉得我很痛苦。
全是他的面容，说来水色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向我没对，是否是我欠你太沉重，我的誓言从来不退，三世有恨以后的多惭愧，就对他们总得有失而追，他不那么有人在骚动，被谁解构就有恃无恐，泪水的话有一首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不是一纸碎，有颜色空。你把这个采访完再看。我待会儿就学你这个，我待会儿就学你这个。我们最后跳，快点，快把采访采完。表面。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？那不是用，从来不同。烧尽我恨，却心缠绕相追。终于灵魂终于有始无终。这次的理由也在骚动。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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